买豪宅，饭店式设计一层一户的规格已经是基本配备。不过现在流行新趋势，更讲求隐秘性。改变家的定义，把家里当作私人会所。新北市首座豪宅私厨招待所就在富华云顶。开放式设计，一回家心情超放松。过去饭店式豪宅不只要大坪数、顶级配备，现在全面升级，加强隐秘性，更流行私人会所宅。在我们家就可以这样来做这样的招待，比外面的餐厅或是一般的那个用餐的地方啊，都来得高级很多，而且那它也是它的私密。主打家里厨房就是专属私厨招待会所，富华云顶成功做出市场区隔，不为景气影响，在一片豪宅洪流中成功杀出血路，两年内狂卖40亿，关键就在这。有朋自远方来，想要来一场私密聚会，不再需要费心订包厢。20人超大宴会空间，外汇厨师新鲜现做，家里就是独一无二的米其林厨房。回到家想沉思放空，走进专属酒窖雪茄室，完整排烟系统让您自在的享受微醺。要去板桥站的话，我们要过个马路，那府中站我们就不用过马路，就从这边走过去就到了。我们出国也不可能是这样开车去机场，或是在这边的话就很方便了。那捷运一座有机捷，无铁共购，优越地段价值，成功吸引自营商高阶主管，30%已购客户更是来自台北市大安、信义、淡黄区。当初这个案子在预售那时候，房地产景气是相当好，一间来买都是要3亿以上。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进场的话，它的价位我们觉得是还蛮满意的。随着销售进入尾声，建商释出友善价位，位处板桥县民大道一段最后一块住宅开发案，未来增值空间值得期待。